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组漂亮的花片，购置方法特别简单，喜欢的话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吧。我用的四股牛奶棉 2.0 的钩针，首先我们锁边起针，钩针在线下面围绕线绕一圈，捏住这个交叉处，钩针绕线带过这个线圈，这是钩了一个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下来我们钩10个锁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十个锁针勾完之后，我们倒回到开头第一个锁针，挑半边辫子，从中间把线引拔过来，勾一个引拔针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勾六个锁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接下来我们勾针绕两圈，我们勾长长针。在这个大圈里入针，把线带过来，绕线带过两个线圈，我们一共退三次，每次退两个线圈。好，然后勾两个锁针，这是一组，一个长长针，两个锁针，我们重复钩织一共12组，算上开头的这一组，开头是6个锁针，我们算一个长长针，两个锁针，这算作一组，现在是勾了2组，继续下一组，钩针绕两圈。在这个大圈里把线带过来，一次退两个线圈，一共退3次。好，然后勾两个锁针，3组完成，下一组一次退两个线圈，退3次。好，一个长长针，两个锁针。好，第4组完成，就这样我们重复钩织一圈12组，后面我们自行完成。第一圈12组花样勾完，这个开头的6个锁针我们也算做了一组花样，接下来我们在开头这6个锁针第4个锁针上挑半边辫子引拔，好，引拔过来之后勾4个锁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接下来我们在第一个洞里这个2个锁针这个空隙里，我们勾5个中长针，未完成针组成的枣形针，钩针绕线，在这个洞里把线带过来，拉长，拉到和这个4个锁针一样长，一个同一个洞里2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，同一个洞里3个，同一个洞里4，好，5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，一次带过所有线圈，然后我们再勾5个锁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第一组花样我们就勾好了。接下来下一组，同样的钩织方法，我们在下一个空隙里再勾5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我们拉的这个长度和前边都要均匀一些，一样长，2个、3、4、5，好，绕线，一次带过所有线圈，然后勾5个锁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第2组就勾好了。就这样，我们重复钩织一圈，在每一个空隙里勾一组，一共重复钩织12组。后面我们自行完成。第二圈12组花样勾完，我们在开头第一个枣形针上面这个针目里引拔，勾一个锁针断线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第3圈我们开始换线，线的颜色根据自己喜欢随意搭配就可以，我们在任意一个这个锁针空隙这个洞里引拔，把线引拔过来，勾一个锁针，接下来我们在这里边把它拉到一边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洞里先勾一个短针，线头拉紧一下，然后再勾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同一个洞里把线带过来，绕线，一次带过这3个线圈，这是一个中长针，接下来后面我们给它往一边拉一下，接下来后面我们按顺序勾3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同一个洞里先带过前2个线圈，再绕线带过后2个线圈，这是一个长针，按顺序一共勾3个，2个同一个洞里，好，
三个长针，接下来后面我们紧的话给它往一边拉一下，接下来后面勾一个中长针，同一个动鳞，好，一个中长针，最后我们再勾一个短针。好，第一组花瓣我们就勾好了，接下来下一组我们再直接在下一个这个空隙这个洞里勾，先勾一个短针，后面然后勾一个中长针，钩织方法和前边是一样的，然后中间勾三个长针，一个长针，两个长针，三个长针，空隙小我们给它往一边拉一下就可以，后边我们再勾一个中长针，最后再勾一个短针。好，第二组花样勾好了，就这样我们重复钩织12组，每一组都是由一个短针、一个中长针、三个长针，然后一个中长针、一个短针组成，重复钩织一圈12组，在每一个空隙里钩织一组，后面我们自行完成。第三圈12组花样勾完，我们在开头的第一组花样第一个短针针目引拔就可以了，直接断线。这组花片我们就勾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喜欢玲姐的作品给点赞加个关注吧。这组花片我们就勾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喜欢玲姐的作品给点赞加个关注吧。